为什么要交伞抢头？你刚来个大绝流 ，MF 加死哥，超级强。虽然首奖有艾克跟葛炮的选择，但是我们销量 MF， 我想要来跟他合体一下。MF 大绝跟死哥大绝，两个可以打五个。哇！对面亮了只猎豹，不是很舒服，不是很舒服，炸不太到他，然后被他插到跳脸上，或者被他超级反野，可能会有点难受。哇，索拉卡，萨雅，时间呢？我操！对面选了一狗票的死哥康特角，这时间可以金身，可以R弹回去，还好，至少时间是打野，不是那堆打野，不会这么难受。咱们一等牛逼的，摩甘娜，好久没看到这么强的一等阵容，摩甘娜、茂凯、死哥 ，MF 点 Q 也超猛，点 E 也很强，纳米还可以点 Q， 我操，很久没遇到这么强的一级阵容。赶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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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呀、一堆人在高速送跑、死去，死去，在调皮，去你的！他有眼呢，在调皮我哎，这个逼！吸他，吸他，吸他！注意了，中了！哎！完美，拍照，为啥不给我啊？死去！哎，没死哦，哦。运气真不错呢，兄弟。但预示者的运气就没这么好了，即将被我克掉。现在索拉卡已经很害怕我打。然后我真的要有打吗？拜！为什么要交伞抢头？哭是不是啊？赶紧赶紧赶紧，绕道绕道！直接清点，物有分说，还可以回头吃个炮车。哎，先过好吗？废物，裂开！我啊我啊我啊！啥兄弟？杀他呀！靠背，定到了，怎么不杀？起来，索拉卡这么会补啊、哦，这么会补、哦，索拉卡还是补爽没？我操，有这组，好、啊，茂凯没魔，怎么有茂凯没魔这组？可
对，不要只羞辱我朋友吗？你家上面，我家下面，泰丁以为自己快跑掉了。泰丁以为跑上面我抓不到他。嗯？怎么可能？可笑，可笑！哦，顶发，哦，然后完全不会痛。操，这走位。糟，死去！哎呦，看你病的啊！到底要干嘛？双小啊，上发，我的双小，哈哈哈哈，在 MF， 可怜呐、啊，这大绝，真的是可怜呐、啊，还想秀哎、欸，你别去自杀，我求你，全刷，下面狙真的出来了，我很期待。打到一半，面具叠满层，再开R扎下去，额外18的增伤，会碰出怎么样的火花呢？艾克很贱，他东西被我吃光光，跟在我屁股后面找东西蹭，可怜。有R了，感觉不用冰杖，冰杖跟缓墙好像有点冲突了。我们出大面具加金身吧，感觉这样比较猛。这么搞、啊，烫死你！死去 ！OK OK， 你们看我这 Q， 嘿嘿嘿嘿嘿，哎，哦，为什么？我炸他的瞬间没死、欸，为什么？烫是被黑叔烫死的、欸。还是我脑袋延迟了，我炸的瞬间是不是没死啊？他是有扣大绝吗？为什么没有直接死？奈德利什么心情？什么心情？奈德利被我撞死，什么心情呀、啊，奈德利？啊，什么心情呀、啊？面具才烫死吗？对不对？我想要看人家怎么过来。我想看是我脑袋延迟还是系统 bug 啊？这把真的好难受哦！为什么这把会这么难打？哎，他大绝这边按了嘛？那是什么东西？你看我这盲 Q， 我知道他会隔着这个墙想要补我一发 Q 限制我。所以我跟他同时一发 Q 啊，直接炸烂。他剩多少血？223血，这怎么没死？啊？哦，我知道，他有 Q 到我回春，他有 Q 到我回春回一点血，但，嗯，怎么没死？300滴耶，这会秒吧？哦，哈哈哈哈！哦，军团灯扣到现在啊。哇，17滴，烫死！哦，我真以为是我脑袋延迟哎，我竟然状态差到怀疑自己脑袋在延迟，你们看看。